明星求问答。我们记者会上巧巧的遇到，擦身而过而已。然后真正有合作是《极光之爱》，那时候就是看到了完全新以前印象不一样的佑胜。春季冬夏包，因为我以前都觉得他很帅。所以那次就不帅了，是不是？看到他内在也很棒。就是因为我们演戏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很就是七情六欲啊这种的，看到我的七情六欲。如果要带的话，像你昨晚的话，你会笑的吗？我会先咬一口，先咬一口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泡一泡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止汗就会一下子会出汗，而我一下超美汗的，而且香。你猜这是什么？对，你的身体毛毛的，哪一点？对，自然容易掉毛。哪里的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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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比基尼吗？对啊。我之前有一次在垦丁穿比基尼，然后我在玩香蕉船，我就玩香玩就很嗨，然后旁边就说：“哎，你是那个？”然后我就，再丢脸。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，因为你知道坐着香蕉船就姿势不好看。放心，我会帮你做。亲一边，那美秀姐要不要在朱大哥的正前方比一个爱心之类的，好吧？一人亲一边哦，耶、yeah ！是要比爱心，你比的那一颗是什么？天啊、哦，很好，转过来变寿桃哎！哎呀，不是，那、啊、你可不可以把手指头打开，用这样的四个指头比，稍微比较像丢，好有爱心。我娱乐行嘞，没有，我说看到你就福禄寿喜的感觉嘛，刚好四尊啊，福禄寿喜，八道。